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游泳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，尤其是在炎炎夏季，一汪池水也成了消暑的极佳选择。当人们外出旅游选择酒店时，往往会优先考虑酒店的附带设施，其中专属游泳池是非常重要的。相信大家见过的游泳池也不在少数了，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泳池就是相当独特的。它位于198米高的楼顶上，是全球最高的无边泳池。这个泳池是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的特色项目，为的是让入住的宾客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刺激体验。这座酒店共有55层，在它的顶层便建立了这世界著名的无边泳池。由于泳池的独特设计和特殊材料构造，在其中游泳的人会有一种俯瞰全城的感觉，并且心理上也容易产生坠落感，提升游泳冒险体验。很多人可能关心这个泳池的安全性，毕竟肉眼可见的水流下渗确实会让人觉得置身危险境地。但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，这泳池能够对外开放，绝对是经过了超高标准的安全检测，而且定时会有安全检查维修，可以放心大胆的玩。如果你入住这个酒店，就可以免费享用游泳池、蓝天白云和全城风貌。如果仅仅是外来游客，也可以通过单独买票进入游泳池游玩，休闲观景两不误。如今新加坡的这个无边泳池已经成为了著名的网红景点，不少游客都会特地到这里来拍照留念。这个酒店的泳池创意为大家带来了别样的旅行体验，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